我要讲岳老师做观察，因为昨天其实啊，因为数据很烂，陈如刚坦克也一破底啊，叶伦也受不了 ，import 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好那个不好。当然昨天很特别哦，他讲升息讲缩表，可是昨天的利率会议却回避了过去几次都有提到的，就是美国股市价格部分过高的风险。后面哦，昨天 FED 不提这个事情。这就妙了，就此地无银三百两。过去几个月都说美国股市最近部分产业似乎有过高了，甚至讲说一些商业不动产价格估值过高了。昨天不提，那妙了，数据那么烂，那这个项庄舞剑就意在沛公了。新闻题来了，我们每天啊被视光轰炸，到底是噪音还是知识？是噪音还是资讯？我请岳老师就要回答问题啊。我们每天啊像叶伦。像视光的观众，像我每天轰炸岳老师，到底哪些是噪音，哪些是资讯，这怎么观察？这个刚刚坦克也讲得很好啊，叶伦是叫做选择性的忽略啊。为什么这个选择性的忽略本身来讲啊，是在哲学里头是说得出道理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噪音，噪音就是没有意义的声音。是啊，那什么是资讯呢？资讯就英文叫 information 啊，就是有目的的声音。有目的的声音，就是什么叫有意义没意义呢？就看你个人。是啊，你个人的话，对这个世界，通常来讲，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啊，是有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话呢，就是你非常相信这个理论，尤其叶伦非常相信他的经济理论，啊，他是这个是选择性的忽略到了整个股市过高的现象，是，但他没有办法忽略一个他一直依赖的通货膨胀的数据，是，通货膨胀的数据，这搞了这么 Q1、Q2、Q3， 没有办法达到2%的通货膨胀，这个其实这个理论照正常来讲。因为我们不懂经济理论的人，就觉得根本就有问题了。这个模型从到有问题。在刺激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们认为钱多你就自然花钱，花钱的话你就会用比较多的钱买比较少的东西，这不就叫通货膨胀吗？按照他的理论设计 ，Q1 就应该已经达到这个2%，因为2%的通货膨胀并不高。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什么叫做资讯呢？在政治人物啊。就是涉及到实质的利益，是，所以政治人物在解读这个什么叫讯息的时候，你比如说台湾最近跟巴拿马断交的时候，对，大家都来问一个问题，怎么搞的？搞了半天那么多外交部啊，那么多的人，怎么一直到最后紧要关头还认为巴拿马安了，没事？对啊，那你因为你接收的资讯，你的那个目的上来讲是现实的利益，如果你一报告说巴拿马随时就要断交的话，那你这些不准备搬家回来了吗？所以把资讯当噪音处理了。就是把真正的资讯当了噪音处理，认为它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所有的声音啊，对于不同的人啊，会有不同的意义。对，但是你的对于意义的认定是受到理论的限制。是。那你政治人物受到利益的限制，在这两种的话呢，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利益的话呢，你往往就是认为说它有意义还是有目的，你的解读就是自由心证。对，但是你在讲起来的时候呢，你如果有的运气好，它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资讯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是，你说它是噪音，结果它没有发挥作用，就被你说中了。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关于这个资讯也好，或是噪音也好，涉及到我们人性的本身上的一个弱点，是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做判断的时候，没有基于自己的立场跟依据的。对，那这样子的话呢，导致于你在认定一件事情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什么叫资讯，什么叫噪音，往往是一念之间。对，岳老师，我想你也曾经做过评审啊。其实我们知道做像金曲奖啊、金马奖啊、金钟奖评审很难做哦，因为照这些评审的专业眼光，觉得什么节目该得奖，可是观众会有压力哦，因为这部片是苑举正主演，所以爱。苑举正的粉丝会给这个评审团队极大的压力。我要举一个最近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中华职棒台湾那个棒球啊，修改了明星赛的选举规则。到底谁是明星？过去是由这些观众啊或买票进场人投票，网上投票，投，我把这个明星狗告，我喜欢彭振敏，我就狂投他，找亲朋友一起投他，因为我好爱彭振敏。可是后来发现不对啊，因为这变成一个民粹，所以现在引入了一个专家机制占40%，这就很妙。那代表过去的明星是种噪音，而不是种专业吗？我们你懂意思吗？假如这个噪音跟资讯，噪音跟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混在一起，老师，你今天要开始选台大的校长，一个是哲学院学生师生的力量，好，这一票在岳老师上；另外是你专业的那个良心的判断。这两个交叉很难做评审，这叶伦碰到问题啊，到底什么是噪音？搞不好我自己盲目，搞不好这些观众有票房就是对嘛？你怎么解读的？我先强调啊，噪音跟资讯的区别就是专业了。
是像我经常当评审的，我经常评审人家在报告针对于一个人家做的计划，说报告选好选不好。我自己的做法是按照我的专业，我自己心中先定四到五个标准，是，然后每一个标准占多少分的比例不同，是我长期的经验。然后我听到他在报告内容当中呢，我做了选择，然后呢起来以后呢，再针对于我自己设定的标准公开的讲讲评，是讲评告诉他说你这个标准达到了，但是其他标准没达到，因此的话你的情况不会太好，是这个叫专业就可以公开讨论了。那现在我回到讲你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像叶伦的部分的话呢，他这个问题是因为 QE 的这个做法上是大概是人类财经有史以来最独特最大胆的做法，没有理论来解释，就是说因为对他们来讲那个理论很简单，就是钱多了自然就有通货膨胀，那通货膨胀没有来这件事对他来讲所以构成了，只好把有一些声音当成没有意义的，有些声音当成有目的的，这样的来解释一通。我们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专业，他当然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那个专业的话呢已经在应用的范围已经完全不对了，对啊，受限了，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的话呢，在经济的事务当中来讲，社会科学、老师讲不准，所以你不会是金曲奖的评审嘛？因为你去专业评审谁好听谁不好听，因为老师是很有艺术品味的，虽然在我们节目当中比较世俗化，可是说在你评下去，金曲奖会崩溃了。为什么？因为评下去都是那个唱片叫做独立音乐啊，这个地下音乐啊，但我对这个定义不是很了解啊，先容我这个观众让我做评论呢。那问题是，人家蔡依林得奖，哇，金曲奖收视率飙高。你凭杨世光得奖，那收视率崩盘。本身老师啊，您只要做评审，你用专业去评审，跟你用世俗化的眼光去评审，会让金曲奖越来越热，会让金曲奖越来越冷。我举这个例子，所以老师到底噪音重要还是资讯重要？这个世俗化眼光很重要。我跟你讲，你要把世俗化拿进来的话呢，你根本不要专业评审的，你就是你等于是先射了箭再画箭吧？对，对不对？反正就是蔡依林得奖嘛。但要有点专业人背书、啊。专业人就是看你怎么讲嘛。比如说，我现在我常常看那种唱歌节目啊，或者是啊，你讲的没有错。很多专业人的话呢，跟一般人呢、啊，就是说雅跟俗啊，没有办法共赏。我们常常讲雅俗共赏，雅俗共赏其实没有这么简单。雅跟俗差，就是雅跟俗啊，就是雅致的人的话，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啊。对。那俗气的话是大家最好是庸俗媚俗，那这群众基础可大了。对。但是关键就是说是你在商业化的精神来讲，讲的是俗气，不是讲的高雅。对。这个是一个现实，这个我想世光非常清楚，就是说你想要这个曲高必然和寡嘛。对。但是你如果一般来讲流行音乐的话，你脚会抖的音乐，大部分来讲的话脚会抖，这个就哑不到哪去。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目前为止，像我们要选择的话呢，我们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噪音跟这个资讯分开。我想要强调第二点，就是说有些范围是专讲专业的。对啊，有的时候我们要选校长的时候的这个专业要看很清楚，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学术圈里面是讲得很清楚。是，可是你到了商业范围当中的话呢，商业范围跟学术范围是不能够油跟水的关系，对，不能和在一起。是，所以说专业在我们这个领域当中是管用的，即使我非常世俗化，但是我也不能选个唱歌的去我们那边当校长。对对对，啊，当院长、当校长、当行政都不可以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本来就是要迎合社会的口味，是啊，并不是大家都需要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叶伦现在也是面临这个情况，他讲出来的话，大家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认为说你怎么没有按照通货膨胀来讲，他说你讲的噪音，是就结了，对，选择性忽略。万明给我们观察，因为事实上我们这张表是从2000年本世纪开始，三大央行分别是美国的联准会、欧洲央行跟日本的央行，这个是一个指数的概念，就是这从2000年到2017年啊，每一个央行这三大央行资产膨胀的一个比率啊。FED 膨胀了7.3倍 ，ECB 膨胀了6倍，日本央行膨胀了将近5倍，所以我们叫做覆超难收，覆水难收啊。刚聂老师提到了 ，QE 是人类史上一个很大的突破跟发明啊，这种新的东西就是初恋嘛。可初恋要跟你分手的时候，你不会相信哦。后面大家都有初恋被甩或甩人家的经验，当分手的时候，其实你不太相信，你可能还在回味那个 QE 跟初恋的美好。可他就是跟你说再见了。市场是有时候是靠信心，信心是一种幻觉在支撑。可当关系不再存在的时候，您观察？我觉得耶伦这个正确是做得对了啊，因为他把联准会的昨天这个决定，基本上把联准会的职能啊拉到最基本的控制风险。哦，对 对, 對，这点很重要。回到原点。那像那个本南奇那个时啊，那个乱搞一通，你知道？是。那是把联准会
本来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呢，刺激景气，对不对哈？对，当做他的这个，但他可能当做救火队了。不，救火队其实有财政部嘛，就去解决，你扩大财政赤字支出就 OK 了嘛。纾困啊，你就觉得本来肯定是乱搞一通，你知道，搞成这个样子。但是美国小政府有它的特别啊，他可能这个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能啊，那个效率没有那么高，受到国会，所以干脆啊，就直接由联准会，对不对？扮演这角色，对对对，来扮演这个角色，直接印钞票。那现在美国啊，或者说各国。这个央行啊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其实就像是一个核反应炉一样，核反吗？核子反应炉，发电厂的，就核电厂的反应炉一样，就当温度啊已经高到已经爆表了，是，但是它电力还产生不出来，是。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是不是给它继续添料，继续让它升呢？当然不是嘛。对，所以耶伦看到这个情况以后，都觉得对不对哈？不能，就是凭他的第六感直觉啊，就觉得那样下去搞下去啊，会出状况的啊。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国、啊、这个一个很重要分水岭啊，就是这多长？90年、80年以后、啊，这多长的图？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对，这个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还有这个 CPI， 还有这个黑色的代表啊，实质的利率啊，对，你可以看出来哈、啊，基本上啊。从60年代到80年代到这个2000年哦，享受婴儿潮的这个人口红利，对不对哈？所有的数据都是向上的。对，尽管中间有不景气，对不对哈？是哦，比如说这个出现这个实质利率是负利率的这种情况下，危机的。对对，但是没有关系啊，它一样可以啊，这个保持经济的这个增长。但是过了2000年以后，人口红利消失了，对不对？然后新的这个产业结构出现了，对不对哈？那就开始一路往下滑。是那。我觉得你去看昨天耶伦呢，他讲一句话，他就讲那个 CPI 啊，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因为为什么？他里面第一点就提到很重要，他说物价数据不重要。对，这个那是 Bernanke 建立下的两个观察指标了。对啊，但是他其中就讲到一点，他说通信费用啊，那个价格不断下降。对哈，那这一点是 Bernanke 的时候大概都想不到这个变数，你知道吗？是，但是耶伦就晓得这个东西啊，事实上在对物价的这个影响啊，实在太大了。是，没办法，这个物就是说。就通货膨胀率没有达到这个预期啊，跟这个通讯费用不断网络费用啊价格不断下降有关系的。那你可能要有个新的一个模式出来以后，你才能够算出合理的那个 CPI 指数。是，那至少现在他觉得啊，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尤其还加上这个产油国的这个这个减产政策崩盘啊，对等等的因素啊，他觉得哈、啊，现在计算物价指数的公式啊，至少已经不成立了。是，那我当然就不要去看那个。对，我昨天直接看我的金融市场的反应啊，你可以看出来哈、啊。另外一点啊，我可以看大家，比如说这个是三个信心指数，这个是美国 S&P 500的信心指数，到达129，啊，一路这是从这个。2009年、以后的2014年以后啊，对对对，的这个表现啊，万米哥，你这个三个数据不错，对啊，金融市场啊，信心指数很高，对，然后消费者呢，物价指数呢是119还拉回了，对，另外一个呢是实体小企业，对不对？它的信心指数最低，快崩盘了，那这个就是实体跟。虚体之间的对上最上面的是 S&P 的投资人信心，中间是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最下面那一条是中小企业的信心指数啊。那你看这个问题你就觉得很大啦，这个信心呢，或者说我们所讲的股市是这个经济的橱窗，对不对？它的功能好像不存在的，对，因为你试试看美国的实质投资啊是一路下滑，对，就是说联准会的量化宽松印钞政策已经不成立了，你知道吗？是啊，这个。耶伦做这个事情也是莫可奈何了。那你再看一下哈，讲充分就业，这个是美国整体的这个失业率哦一路下滑。其实很多人都讲美国现在接近充分就业，对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呢，现在还有21.5%了，但是也是一路下滑。对，好，但是整个消费的这个表现呢，对不对哈？好像感觉上没有很明显的受到随着这个充分就业的来临，对不对哈？明显的得到了这个刺激哦。我经常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或者第一次世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实人家经常有人探讨这个原因啊，很可能是因为出现了这个生产力方面的一个革命，比如说那个时候，因为爱迪生发明的电力这个电灯以后，对不对哈？电力这个革命所带来的这个新的工业革命，对不对哈？改变了整个生产形态，很多人在那个时代，对不对哈？他根本没办法投入这个就业市场，对，那就造成了这个大萧条，大萧条就引发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啊，只差没有打仗。为什么？对，新的这个比如说大数据啊，或者网络科技的来临啊，让很多对不对哈，拥有旧的生产技术的劳工啊，他没办法投入劳动市场。这个你就可以基本上反映出美国的为什么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对不对哈？就会让现在的失业率的这个报告跟调查失真。是因为你的这个劳动参与的人口啊，这个基数啊，对不对，已经不一样了。这一期商业周刊就有做一篇论文哦，商业周刊这边就有报道，它是报道一个牛仔裤的厂商，观众可以去买一本来看哦。那他讲是牛仔裤这家公司啊，如何的就是少量这个接单，而且有快速反应啊。他就举个例子，就引用大量的科技人才来改变牛仔布跟牛仔裤或牛仔衣的整个制作流程，遭到传统师傅的极力反对。那就妙咯，因为最后这些师傅一定会退休，也一定会失业，取代他的并不是新员工，而是机器人。可重点是价格走低，所以消费者会买得更便宜。可消费者比较高兴哦，因为收入大家降低，所以你也只能买更便宜的牛仔裤跟牛仔衣。所以刚刚万明哥提到一个重点，全球生产力的停滞或是被取代，这会不会对于全球经济就不是货币政策问题？可是重点是当股市投资、金融市场投机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时候，这个缺口落差会不会因为昨天耶伦正式有正式的口气丢出了 QE 退场的时间表而开始做清算时刻？